你的事。好，来准备，来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哥姐教你的事，让你看懂生活大小事。佳佳姐，这个月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七夕情人节啊！我一直在幻想我的欧巴重机从鹊桥另外一端向我走来说：“对不起，虽然明明知道会这个样子，但是我还是忍不住想要靠近你，欧巴！”冷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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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我说的那个节日啊，跟欧巴有一点点关系。哦，什么节日？就是欧巴节啊，我们的爸爸节、父亲节啊。原来是这样哦。干嘛、干嘛那么哀怨父亲节？哎呀，也不是哀怨啊，主要是因为欧巴吼，在我的成长过程里面做了很多让人家觉得无言的事情啊。无言的事情？那是什么？就在接下来的影片当中咯。父亲节特别节目，欧巴教欧的事。豆子，豆子。佳佳，我跟你讲啊。欧巴，我不是叫你敲门再进来吗？讲不讲不听呢、拍手。烦呢。佳佳，我跟你讲啊。欧巴，我没有说你可以进来啊。我有敲门啊。好呀，你没有尊重我的隐私权，真的很烦呢。好了。讨厌。那有点脏哎。欧巴，那是我的牙刷哎。就是拢刷，牙刷就当了刷一下呗。就顺便一起洗啊！现在水资源很少了呢。佳佳，我给你煮了泡面呢、泡面吼，不营养，我特别加了那个青菜，高级的卤蛋在里面呢。你打乱我电视，我就好了。趁热紧吃啦吼，紧吃啦。在那个冰箱里面挖出来的嘛，我想说不要浪费，就加进去的。欧巴，爸，我回来了。这什么？爸。虽然你有时候会有让人家觉得很无言的举动，但是你也是很贴心的嘛。欧巴，这不是我去年给你的卡片吗？物尽其用啊，资源回收没。欧巴，你看，真的很无言吧？是真的蛮无言的啦。但是你要想想看在爸爸这些很无言的背后，其实他也是满满的爱哦。哥姐教你的事，就是要邀请大家在八月的时候，我们来一起来想想看爸爸的爱，我们也用行动来回应爸爸对我们的爱哦。在此祝全天下的所有的父亲，欧巴父亲节快乐！哥姐教你的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好，爸，爸，就是哥，爸，父亲节快乐。